今天是2022年2月6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7:35，那个感觉，头点稍微还得不舒服，就主要是面上面啊，在头这一圈往上啊，我看到那个自由女神像啊，是那个。纽约那边的自由女神像，自由女神像啊，自由女神像啊，那个头顶呢、是万人抬的感觉啊，头顶万人抬的感觉，是这个为什么头顶抬的感觉呢？因为那风嘛，现在风刮进去的是个进来去一个往上顶的感觉，那个风啊位置比较低，然后往上顶的感觉，把他那个头顶往上顶起来了啊。把那个头顶往上顶起来的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有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有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有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知道啊，已经有人搬来通知了啊，有人搬来通知了啊，我在等啊，应该工作人员看到了以后就会来帮你关，把那额头那边关起来啊，好知道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